聚集各领域的思想家与行动者。我是庄心蕊，我是林钟奎。大爱的。为什么日本人比我们还长寿啊？他吃这么多甜的，这么多的添加物，他们怎么都不怕啊？表示说有些东西是本来可以被允许存在的，这个是政府合格可以加的，而且他加的量是符合标准的。传播知识的殿堂，人文讲堂。